现在我已经来到了在心咒了。好的，跟随我来看一下，在我的左手边这个茅草屋哈、这个茅草屋下面就摆了一只果，这个就是神果吧。一会儿他们要祈祷完之后要把这只神鼓敲响，大家跟随鼓点一起来跳舞。这就是我们拉祜族的神鼓了。在拉祜族创世史森木帕米帕中啊，拉祜族的神鼓是天神尔沙赐予拉祜族的，是拉祜族与神灵通话的工具啊。我们呢只有就是敲响神鼓后，我们的老乡们认为哈、老天才会降雨，庄稼才会成长，粮食才会有丰收，然后我们的禽畜牲口才会有生长，这样我们的拉祜族人才有饭吃，有衣穿，过上美好的日子。